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 Canon 的这台1958年的这台 Canon P 哈，这台啊，那这台有它这个当初的原厂的这个皮套啊，跟它的这个上方的这个测光表哈，那你可以看到哈，它这个皮套状态，后面可以扣啊。我们也可以控，然后它这台镜头哈，还有这个镜头保护镜，然后有这个镜头保护镜啊，当初以前这个啊 ，Worth WLZ 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这快门还可以动作，快门可以动作，那近看一下这个镜头状态，哦，自行去看一下哈，镜头状态哈，镜头状态。那这个机身还保存蛮漂亮的，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观景窗，好，然后这个机身，好，机身的这个皮革，好，前后都还正常的，好，侧边也是，好，都还完整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它上方的这个，哦，好，可以看一下，这物件，上方的金属外壳。哦，那底片是打开哈，你记得下面这一定要转开哈，不然你这边会打不开哈，因为它这边有个卡榫，有看到？哦，所以你这个底片是要打开，你下面这边要先转开，哦，才可以拉，哦，不然你会一直拉不开。哦，可以看一下，哦，底片是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快门，哦，目前状态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哦，1958年的这台 Canon P。的这个视频，好，谢谢。